我也想听听看，大家所谓整容扮演技，大家的想象是什么？就是我本来就不好看，所以然后演得好，所以变好看呢，还是怎么样？比如说，你看看眼睛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准备好了吗？浅浅过来，浅浅过来，浅浅，我让你过来。浅浅，你为什么还不过来？我觉得瞬间切换单双眼皮就是我的整容。